有没有乖？饿了没有？ 你上去先。 弟弟呢？弟弟放我在楼下，然后跟安迪去做OT。弟弟讲的？那安迪认识吗？可是弟弟讲是你的 good friend。 知道吃晚餐了，还吃这个？先去洗手，吃饭了。 有没有想弟弟？有。在做功课啊？嗯，很难。哥，很晚了，收东西，然后睡觉。妈咪要去睡觉。我刚回来，你不可以让他陪我一下。你知道明天几点上学吗？ 你睡？我睡不着，你可以陪我睡吗？很晚了，快点睡。爹地。嗯。你爱我吗？当然啦，爹地最爱的就是你。妈咪。 妈咪也很爱你，接听个电话我就回来。今天我会接你放学。 你先吃早餐，然后妈妈带你上学。Hello。 Hello, Daddy. 哦，哥，什么事？为什么还没睡觉？很晚了，你知道吗？很晚了，为什么你还没回来？ 明天你可以回来吗？妈咪跟我一起庆祝我的 birthday。 对。
Daddy 带你出去庆祝要不要？我不要，我要你回来。Please, Daddy. Okay. You promise? Daddy promise. Okay, Good night.哥，你朋友今天来，他会喜欢吃些东西吗？会，你先你看喽。你来了。妈咪 ，Daddy， 你等我，我去拿盘。不用了，我要走了，只来见阿哥一下。你就不可以留下来吗？是阿哥的生日。我妈没有切蛋糕。你很忙，去工作，改天再来见你。Daddy promise 我的。Daddy 不要我了 ，Daddy 不要我们了，是不是因为我不乖？不是因为你，你很乖 ，OK？ 为什么你们不可以在一起？我要你们在一起。Daddy.